你不觉得是因为这个陡关系吗？是啊，是什么原理？我说为什么它不一次冲下来啊？它就是被抖下来的啊，它就整个到下面嘛，然后再转角嘛，还有一个斜斜的坡，啊，就在一敲敲，就慢慢一点点的抖下来。妈妈弄进来，你确定这里？你说不定这里。没有，应该。